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是在那个 BC 省的温哥华的 Pacific Spirit Regional Park，就在海边，带大家逛逛这个海滨公园，看看周围情况。这里有一个介绍这个公园的公告牌，Pacific Spirit Regional Park。现在是温哥华的7点多钟。太阳都快落山了，远处停着几个货轮。嗯，行，走啊。自己去就行了。啊。我就住在那里，我觉得好美呀、嗯。你要不要下去捡石头啊？等下再说。有些人在这看海。瞧瞧，又找着一好地儿。刚才有鸟，一群一群的飞过。尤其是那个前面那些雪山，看着云里雾里的，我觉得白天来拍肯定也是挺美的。真的，好美，好美啊！然后那边应该就是 downtown，也就是市中心。嗯，这边沿着这个路下去走走。好。嗯。这里有一片乱石滩，
前面太阳在云层里面，马上就要落山了。现在我的正前方就是温哥华市中心，温哥华最繁华、高楼最多的地方。带大家沿着这个乱石滩走一走，有些人在海边休闲，一共有六艘货轮在这块区域停泊。前面还有一座灯塔，再往前走走。在这个乱石滩，也许可以找到一些奇石之类的。
上面有栅栏的地方，是一条小 trail 小路，一直沿着这个海岸线，通到很长很长的距离。好吧，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的观众欢迎关注、点赞或者评论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